講嚟到第六節啦，第六節點解會得我一個呢？原本咧即係今日星期四啦，咁啊通常會有 Victor L 咁啊過嚟做咗同同萬里人嘅咁啊啤你都話，喂今日就算我唔喺度啊，咁啊你都可以上嚟嘅。不過今日咧咁啊即係 Victor 咁啊就會即係病咗啊嚇，咁啊我即係諗啊咁要做同途萬里人，但你問我都好耐都冇翻上去啦嚇，咁啊亦都即係唔諗住啊，即係除非有啲嘢佢改變啦，咁但大家知係咩改變都估到啦，咁我先會翻上去嘅啫嚇，咁啊咁但係又要做同萬里人差唔多嘅嘢，我有幾年冇去旅行，咁可以點樣做呢？啊，我就諗到啦。咁我以前啦咁就好專去日本咁樣，即係同大家差唔多啊，咁啊甚至係即係。最高峰啦，一年可以去三四次日本，不如就咁樣啦嚇。咁啊，去大陸我去唔到啦，或者唔肯同你去。一於就講啦，不如以前去日本，咁我又唔係 Lawrence， 我又唔係健吾啊，又唔係即係咁啊，康明新啊，一啲咩日本通，我就依個普通香港人，一個普通遊客。不過話時話日本好多縣咧，我估都去咗三分之二，或甚至嗰啲咩一百。名城啊，咩逐一百名城啦，咁啊都去咗幾十個嘅，咁啊都會啊，咁啊即係不如講下咁啊日本，咁啊都講下一啲喺日本嘅見聞。嗱，首先